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心地中文教室。今天我和大家一起来学习，每天跟我学 AP 生词。生活方式，生活方式，风格，风格。财富，财富，地位，地位，健康，健康，文明。文明，疾病，疾病，心情，心情，宽容，宽容。气氛，气氛，吸烟，吸烟，喝酒，喝酒，饮食习惯。饮食习惯，饮食卫生，饮食卫生，睡眠充沛，睡眠充沛，睡眠充足。睡眠充足，失眠，失眠，精力旺盛，精力旺盛，精神集中，精神集中。行为，行为，危害健康，危害健康，生活规律，生活规律，学习紧张。学习紧张，学习效率，学习效率，疲惫，疲惫，疲倦，疲倦。过度劳累，过度劳累，生活态度，生活态度，自觉，自觉，节约资源。节约资源，浪费时间，浪费时间，负责任，负责任，人生目标，
人生目标，遵守规则，遵守规则，守时，守时。现在我和大家一起来做一个 conversation 的内容，请大家准备好。Topic 3. You will have a conversation with your Chinese teacher about students' lifestyles in the United States. She will ask you six questions. 1. 你觉得什么是生活方式？Two. 对你来说，健康的生活方式是什么？Three. 中学生中有哪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？Four. 你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满意吗？Five. 你认为生活方式跟学习有关系吗？Six. 关于中学生的生活方式，你有什么建议？现在我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些问题。一、问你觉得什么是生活方式？答：我觉得生活方式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养成的各种习惯，比如饮食习惯、运动习惯、睡眠习惯、学习习惯等等。二。问，对你来说，健康的生活方式是什么？答，对我来说，健康的生活方式是吃健康的饮食，保持每天运动1个小时左右，科学地安排好学习时间和休息时间，提高生活效率。三，问。中学生有哪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？答：现在中学生有很多危害健康的生活方式，比如不好的饮食习惯，吃很多快餐，每天上网玩游戏浪费时间而不运动，每天睡觉的时间越来越晚，过度疲劳等等。这些都是影响健康不好的生活习惯。四，问，